你晚上一定有问题，不想我回家去。就算我不用上班，你说一声我就很识相的。你搞什么？我知道你房间在哪里。OK， Good night。喂，喂。为什么没有药医治喝醉酒后第二天早上头疼呢？昨晚发生什么事了？老朋友叙旧啊？怎么不早点通知我呢？我是不是应该晚一点回来呀？不是怕你不好意思，是怕爱你尴尬。喂，我先走了，记得有空 call 我，拜拜。爱你呢？不知道，你还是不是人呐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很看不起你？你为什么不给安妮一点最基本的尊严？为什么不给你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尊严？要是距离很接近的话，恐怕很危险。怎么这么多人？我还以为你只约了我呢。喂，他是怕你打他。我已经料到你们三个会一块打我。你还小啊，打了你会听话吗？会乖一点吗？待会儿我再解答你们的问题。我有话跟 Gu 说，走吧。好啊。喝什么？什么呀？谢谢。老实说，我跟你姐姐的问题很复杂，很难在这里使你明白。总而言之，是我不对，是我错，我对不起你姐姐，不好意思啊 Gu。 你会不会搞错了，李先生？你没必要向我道歉的。我不想失去一个朋友。你会在乎我们的朋友关系吗？可是你完全没有珍惜过我姐姐。这是两回事。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的心情也很复杂。当然了，你伤害我姐姐，我应该生你的气。可是我仔细想一想，感情的事真的不能说谁对谁错。所以现在你在这里跟我说这些话，我很怀疑你到底想做什么。我想了，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可是听你这么说，我也觉得你挺恐怖的。你是不是故意伤害 Annie 呢？我不是找借口，其实我不想伤害她。听不懂，我无话可说。我看我明白，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太过分。嗯，没办法，你已经那么做了，所以现在不应该坐在这里。你应该找我姐姐道歉。我会，可是我认为还不是时候。喂，别敷衍了事啊！我怕你不敢面对某些事情，伤害别人也伤害了自己。我相信 Henry 的。哇，你这做弟弟的敌我不分，太不像话了。现在千古罪人不是我，你骂我干什么呀？这倒是。哎，我们一块儿为千古罪人干杯。千古罪人干杯。来来，不跟你喝，你千古吧。很多心事啊。我的病根本就不会好，只会越来越严重。对你来说，会是一个很大的包袱。对我那么没信心？我只是觉得你花那么多时间在我身上，不值得。你是不是要我说肉麻的话？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怎么会是浪费时间？如果有一天，你找到一个更值得你喜欢的女人，就算你不理我，我也不会怪你。你再这么说，我会觉得你喜欢上别人，想跟我分手。我还
还敢喜欢别人吗？嚯，不敢了，不是不会。你知道我说什么？男人有时候也喜欢听肉麻的话。我们上去吧。好。喂，你要我陪你喝东西，不是只坐在你旁边就行了吧？够了。不会吧，你一定想知道我想说点什么的。其实我真的有错，就一定要承担后果。如果结果是我没有资格当医生，我也要接受。这种事不能勉强，勉强也不一定是好事。你真的这么想吗？说真的，我是有一点不甘心，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和努力，可是又怎么样，还是要做人的。哇，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其实你能够陪我，我已经很感谢你。要不要陪你到天亮呢？那倒不用。难道让你明天陪我到包你的办公室听结果吗？很多事情最后还是要自己一个人来面对。现在是我有点不明白了。你说为什么你好像突然想通了所有的事情？很多大道理人人都明白啊，想不通是因为你不想和不肯去面对，环境可以逼得你没有办法逃避。我本来打算今晚要跟你说很多道理的。是不是嫌我说的太多？我约你出来早就已经料到了。那你还约我？哎，大家一场朋友啊，你有事我也要关心一下。那我请你吃宵夜就当谢谢你。好。老实说，你说的话我也觉得很有道理。走吧。欧佩佩的验尸报告已经出来了。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你说吧。他的死因是伤口发炎，受到细菌感染引致并发症，和药物敏感无关，你可以放心。可是事实上我是有点疏忽。至于你会受到什么处分，我们要开会才能告诉你。原来我的噩梦还没有完。乐观一点，你应该能继续当医生的。就凭你这句话，我相信我今晚可以好好睡一觉。这件事情总算告一段落，要面对的始终要面对，你别想那么多了。我知道。Amy， 喂，结果怎么样？是不是有好消息？对我来说不算有事，我还可以继续工作。哇，这已经很好了，可以重新让你再做得好一点。以后呢，我一定会更努力的。那最好了，我真怕以后不能一块做小巴了。还可以不止做小巴。对啊，一块吃饭也可以。你说的啊。行，没问题。那走吧。喂，可是小巴站在那边啊。你请我吃饭，我请你坐计程车。你真的假的？谢了啊。走啊。去工作呢？还有15分钟，现在还是休息的时间。那能不能先做一点私事？你有什么事想跟我说？哦，我收到一封信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开我们的玩笑。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来开玩笑，信是我写的。你能不能把信收回啊？当我们大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你真的可以吗？我可以啊。因为我知道问题在哪里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一定出在我的身上了。我平时喜欢胡说八道了，又要乱开玩笑，我知道这样常常会使别人对我有所误会的。我也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，你不用这么说话。真的不关你的事啊。我以前做过什么，跟过什么人在一起，我知道你不会接受。
其实我也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。真的和这些无关，要不然我们也做不成好朋友了。而且，我真的可以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对我来说，我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够写这封信？我怎么可以当没事发生呢？可是我真的不想失去一个好朋友。你听我说，把这封信收回吧。你怎么处理都可以，不要逼我收回。我也希望你知道，我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真心话。现在这一秒钟是，以后也是。我明白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能不能替我把这封信交给他，还有替我转告他，我说过的话一定会做到。你跟他说过什么？一些你以前跟我说过的话。喂，不是该我了吗？你先看看他。嗯。还没轮到你啊。好无聊哦，你陪我出去走走吧。我工作很忙，还没下班呢。哎，算了，无聊死算了。怎么最近没见你那位广哥来看你呢？什么？你们不是有什么问题了吧？没有，可能他工作比较忙吧。可能啊。哎，这就危险了。你好像特别关心我跟他这段感情似的。我是不是过分了？其实可能是我对这段感情越来越没信心，所以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了。因为你的病？这个世界很难说的，说不定有一天我的病治好了，可是在我身边的人已经不是阿广了。那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来恭喜你呢？到时候再说，不耽误你了。一会儿再来看你。怎么样，还有没有胡思乱想啊？原来最可怕的以及最难接受的，并不是因为你有病，或者因为你要死，而是一个一直支持你和鼓励你的人，居然也因为你的病而离弃你。你会不会太悲观了？其实也不难理解，跟一个有绝症的人在一起，根本不会有将来。人总要为自己着想的嘛。谁要面对这些问题呢？病人也有权决定自己感情的倾向，不可以说谁离弃谁。想多了解他，就要多关心他。我担心呢，我怕他对我有误会。这不应该是你的问题。你没理由不懂得处理，除非什么？你真的有问题了？要想啊，那你真的有问题了。歇够了，来。阿广，江医生，这么巧？最近很忙啊，有事吗？你很久没去看 Fanny 了。反正看到他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怎么这么说？你代我跟范迪说一声，我最近真的很忙。你怎么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他呢？担不担心看不出来的。他真的很想见你。你也很关心范迪，有你在他身边，我看我用不着担心什么。我看你要搞清楚，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在感情上可以对他关怀的人。相信你也可以帮助他。你说话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？为什么不负责任？
我所做的都是希望菲妮快乐，相信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她需要什么。你们两个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还是我误会了你刚才所说的那番话呢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不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就算你把他当成普通的朋友，是不是也应该去看看他呢？嗨，你不是来了很久了吧？刚到。人家等了一个钟头了。哦，你不早点 call 啊？我怕你怕了我吗？你这样我更怕。其实我不想再烦你。我没有觉得你烦，我只是担心你。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想通了，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。接受什么？你看你好像真的很害怕似的。不是，不是怕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想告诉你，希望你能够忘记我写的那封信。其实我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一厢情愿的，我也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。我怎么会不接受呢？这个是我先跟你说的。所以我不是说了我已经想通了吗？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还不想回去，想去吃点东西。你太难了吧，吃东西也不叫我一块儿去。你有时间吗？走吧。去哪里？过两条马路有个小吃摊子的鱼丸，很好吃的。我不喜欢吃鱼丸啊。走吧，去尝尝。喂，我真的不喜欢吃鱼丸啊。你试试看嘛，吃了一定上瘾的，绝对不骗你。你行不行啊？我今天没有背皮包，没有什么可玩的。我来吧。谢谢你。今天想拿给谁修理啊？哎，还能修理吗？就是说，干嘛还抱着到处跑？我不一定要回答你吧。可是你这么说，我更好奇了。我是怕你误会。其实这样，我想的更多。我已经决定送给一个比我懂得照顾这台电唱机的朋友。你舍得了？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可是你错了。我怎么会错呢？我认为你应该想通一些事情。我是想通了。不知道你想通了之后，对我的态度会不会有一点改变？其实我现在才知道，我在乎的是我跟我老公那一份感情，而不应该靠一件东西。这样已经进步了。其实电唱机已经坏了很久了，如果我可以送给一个比我更珍惜他的人，送给他应该会更有意义。如果我跟你说，有一个人，他更欣赏你，更珍惜你，更喜欢你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说的话好肉麻啊。你说的就是深情，我说的就是肉麻。太难了吧。喂，哈喽。嗨。喂，干嘛？你不知道芬妮又出事了吗？什么事啊？这次怀疑是肝炎。严不严重？总算还稳定，有时间上去看看他吧。我看除了阿广之外，你是他第二个最想见的人了。不耽误你工作。他应该是肝炎，我开了消炎药给他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可以做的都做了，接着下来的要看他自己了。麻烦你了，戴维。不用客气。你听到医生说了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不要放弃，知道吗？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？你说吧。如果你有机会看到阿广的话，你替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。你们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他，如果他要我继续留在他身边的话，他说一声就行了，我一定会回到他身边。
那这些话呢，等你出院的时候你自己跟他说吧，好不好？你记得跟他说，可别忘了。麻烦你。什么事，先生？请问何德广在不在？他不在这干了。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啊？找他什么事啊？我是他女朋友的医生，他女朋友现在在医院，很想见他。如果你知道他在哪里，最好能告诉我。他去常州有一段时间了，不过今天早上回来拿东西，还说要赶回去，看你运气好不好了。阿果，哎，我还以为你上船了，你特地赶来找我。有些事情不是一走就能解决的。我不明白你说什么。思清不要你走，我有工作也赶回去做，就算我在他身边也帮不了他什么。没人帮得了他，不要你走只是因为他需要你。他最需要的是一个医生。我大概明白你在想什么，可是你会不会是误会了？我不想再跟你研究这个问题，我该走了。你这么走了，思清会觉得是他的责任。你跟他说，叫他别这么想，我真的没事。你为什么不亲自跟他说呢？对我公平一点好不好？你跟一个就快死的人计较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，我怕我去看他，反而使他更不开心。那么你告诉他，我现在有了别的女人，我跟那个女人在一起。你认为她会相信吗？我可以做的就这么多，看你能不能帮她。你会不会太残忍了？对谁啊？我真的该上船了，拜拜。喂，朱迪。哎，怎么这么好来接我放学啊？哇，你上什么学？连书本都不带啊？放在里面呢，我又不是小学生啊，要抱着一大堆书本才叫上学，真是笨蛋。我也是随便问问，干嘛这么大反应啊？你自己找来的。走吧。上学上的怎么样？哎，现在只是上学，没有收入，钱不够用啊。怎么办呢？我打算回太极做事了。你认为怎么样？随便你啊。还有呢？我还应该说什么呢？你不问我还要不要继续上学？对啊，不上学好像不是太好啊，很可惜。所以我打算一边上学一边做事了。好啊，很好。喂，你干嘛敷衍我啊？你呢？我怎么样？你呀，好像不是太关心我，又说喜欢人家。喂，你别乱讲话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你啊？喂，你是不是这么对我啊？我对你不好吗？又接你放学又什么的。既然你来接我放学，又说不喜欢人家。哎，我请你吃东西吧，吃什么吃什么。喂，你不要转话题嘛。什么呀？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买车子，你要想好了，你有钱吗？你神经病啊！借钱给你不如我自己买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快回来知道吗？张三儿，干嘛？那个好像是你的朋友。喂，你要怎么了？什么？一场误会嘛，不知道他带我来干嘛。他什么事？应该很麻烦了，怀疑跟谋杀有关。那前两天不是有个女人在家里被人杀死了吗？她的金表不见了，那就是他拿去当的。现在怎么样？等 Frankie 的指示。喂，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不关我的事。嫌犯带来了吗？是 sir。赵淑英，警察局的常客，张 sir 交给你处理。Yes sir。你搞什么呀？麻烦一次比一次严重。什么？金表是他给我的。哪个他？被人杀的那个人。
人家干嘛把那么贵重的金表给你啊？他没钱还债嘛，把金表给我当是还债喽。那你说清楚了，给还是还？还呢。你哪来那么多钱借给人家？你说，你说啊！你干什么？别人不相信我无所谓，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？我叫你回答我。我听你的话，学好上学、念书、冲日子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吗？张嫂，张嫂，算了，到真训室再说好吗？在这儿不要吵。你怎么认识死者？朋友的朋友介绍的，我们不相中。这只金表你是怎么得来的？他说没钱还给我，拿金表抵债。他向你借过钱吗？是。多少？3万块。他为什么要向你借这么多钱？他说有病，要进医院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借给他？向朋友借的。哪个朋友？有很多朋友，我不记得了。你记得多少就说多少，我们要调查的。卡拉 OK 的大头文借了8000块给我。是不是你以前的公司？是呀。还有夜校有个女同学 Macy， 还有一个叫美丽的，其他的我真的不记得。有什么要问啊，张 Sir？ 你干嘛这个态度啊？刚才这当我不对？什么当啊？根本就是你不对。你不早点说清楚，早点说清楚不就没事了？哎，你认识我那么久，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会不会为了一点钱杀人呢？不会，不会啊，我错了，是我不对，行了吧？你请我吃饭。对不起，不得跟你坐下来喝杯东西。别这么说，找我什么事？我知道我不对，做了不应该做的事，是翻你的。翻你的日记？我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的。我知道这是很私人的东西，我不应该看，结果还是看了，里边写的东西全都跟你有关。你看了之后会明白很多事情。不耽误你了，先走了。在看什么？喂，你们太卑鄙了吧！偷看我看别人的日记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看别人的日记不更卑鄙？不是我想看的，是谁的？咦，像是女孩子的。你说的没错。原来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。哎呀，谁那么倒霉呀？是 Fanny 的日记。原来她喜欢我。她这种女孩子也会写日记吗？不是吧？不稀奇啊。也许她没有朋友可以倾诉，又也许有些事情她不想对别人说，只想抒发自己的感情，就写在日记上了。这倒是，喜欢她的确是不好意思对别人说的嘛。你这么喜欢拿别人开玩笑啊？我不是拿他来开玩笑，我觉得他太傻了。喜欢别人还有可能有结果，喜欢你这种阶级势力现实的人，值得吗？喂，会不会是因为他觉得内疚？我不能再说下去。难道我把别人的日记念出来吗？还有一个问题，他也没提起阿广。我不打扰你思考了。
坚持要出院。范妮，刘小姐，你的发烧还没退，目前情况是不适宜出院的。我没事，我现在要出院啊。你来劝他吧。范妮，我不要你管，你让我出院啊。你目前的情况那么反复，出院了要是有什么事，你没办法照顾自己的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你放心吧，我还不能死的，还有很多事情要我做。还有什么会比自己的身体重要？我相信之前一定是病糊涂了，我自己做错事，我要认错。你要去见阿广？我一定要去认错，要不然我死也不瞑目。你并没有做错呀。有啊，我不应该喜欢你。阿广一直没有嫌弃我，可是我居然那么对他，我觉得自己很过分呢。阿广并没有怪你。他有啊，否则他怎么会跑得那么远？我们认识那么久，他从来没跟我发过脾气。就算我再不讲理，他也会容忍我。我知道他一定很生我的气。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好不好？我不管，我一定要走，我求求你。就算让你见到他又怎么样？你需要的人真的是他吗？你自己想清楚。你不要管我嘛，你不要一直逼我了，我很痛苦。我不是逼你。这样吧，你告诉我你想怎么样，我帮你好不好？我要见阿果，我要出院。我陪你去，我先给你办出院手续，你冷静一点。什么事？我不要你跟我一块儿去。我不跟你去，我会担心的。如果你清醒一点，就知道其实没什么值得好担心的。你听我说，是不会有结果的。我不要你多受一次伤害，明白吗？阿光果然说的没错，你真的很自私。可不可以借钱给我？你怎么这么笨呢？叫你借你就借，借给一个快要死的人，你料到我不会还了吧？你干嘛还要说这种话呀？谢谢你。喂，如果你决定不上船，我没那么快开车走。走吧。肝脏和肾脏功能开始衰竭，现在发烧得很厉害，我担心他脑膜炎。还有什么能帮助他？我也说过了，这种病人要靠他自己，要是意志够强，要赢这一场仗并不是不可能。他打过很多次仗了，我也替他辛苦，替他累。你千万别让他知道你有这种想法。对，过去陪他聊聊吧。虽然他未必听到你说什么，可是除了给他吃药，我们能帮他的只有这些了。
要坚强一点。你也试过了，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就像没事发生似的吗？你行的，你不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吗？等你起来了，我陪你一块儿去做。你放心，你至少有我陪着你。到我有事的时候，不知道你还在不在。你们需要这样吗？我对你的态度已经很好了。如果我看不起一个人，他不可以待在我身边。我也认为你不应该责怪他。不怪谁了？我没有怪过任何人。如果你真的没有怪他，为什么你要对他那么残忍？这算不算是一种报复呢？我看我要重新理解你。那人人都有资格骂我，就你没有。没想到你会这么说话，给我。为什么对一个快要死的人也不可以坦白一点？等到你想坦白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说一句话那还不容易吗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，就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才可以吗？原来你不想负责任。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喂，既然你对他有感情，他跟阿广之间的关系也已经解决了，你还有什么要担心的呢？他留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，我担心的是我未必可以跟他开开心心地走完最后一段路。我想如果他知道你也喜欢他，他已经很开心了，还要想那么多吗？你还需要考虑吗？我已经开始发觉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完全不重要。我想坐一下。那边。我又熬过一关，多赚了一天了。我到底昏迷了多久啊？这个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没事吗？不是啊，我觉得很浪费啊，这样子又睡了几天。不过还好，我做了一个梦补回来了。肯定不是噩梦了。我梦见自己的情况很危险，像动也动不了。那应该是噩梦。后来我梦见一个人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，他跟我说了很多话。他说他很需要我，他不要我出事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不说了，我说了你一定会笑我，做梦吗？你记不记得，在梦里是谁跟你说这么多话的？这是在做梦，我不说了，不记得了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不是在做梦的。你是说，我梦见的那个人，是你？如果我真的跟你说过那些话，你会怎么样？所以我就醒来了。你好讨厌啊！人家清醒的时候，你又不跟人家说这些话。其实呢，我没有说过，是你自己做梦吗？不行，我要你再说一遍。
因为我做梦的时候好像听得不太清楚。可是我已经忘了我说过些什么。是不是不说啊？好，我说。不如简单的告诉你吧，我喜欢上你。其实有四个字最能形容我们了。什么字？什么物以类聚？是不是应该说同病相怜才对呢？一样了。一样。还以为你不会出现呢，很少看到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又吃又喝的，真的修心养性了？会不会跟安妮有关？她最近怎么样？听 Q 说已经没事了。你是不是知道自己这次玩得太过分了？我还玩得起。对，玩不起的人永远不是你。其实就算是普通朋友，你也可以找他和关心他嘛。行了，我知道他仍然有呼吸就够。不是，你这么说未免太没人性了吧。你们还要坐多久啊？慢慢坐，我先走。喂，时间还早，你去哪里啊？我这真的不太对劲啊。知道他的喜还是暖的就行了。哇，怎么样，还想去哪里啊？喂，好像是你叫我出来陪你的。我说是这么说嘛，知道你无聊想陪你嘛。无聊什么？我明白。行了。你也明白什么呀？你很值得叫人佩服的，你处理自己的情绪啊，已经处理得很好，不能再好了。你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，行不行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最好马上掉头就走。不是看见了车子也怕吗？有车子自然有人了。现在还早，他没那么快走的，走吧。那待会儿遇见他呢，你可别跟他翻脸啊。哈哈，你怎么病得这么开心呢？话这么多。虽然我有病啊，可是我运气好，没遇到那么病态的人。不影响你跟他一起工作吧？我看不起他那是一回事，他的工作态度还是很认真的，我也不会想起这件事。可是跟他吃饭的时候呢，我就不怎么理他了。好受得了你啊，其实也很病态呀。你太难了吧你。